样是十班，哦，来庆祝九班，让你拢是主场勇吹，哦，感谢你啊！那这我就免经费收这啊，买一个人买两次就好了，来。不过这边是没有鲨鱼啊，要清蒸煮汤，自己懂得鲨鱼。这个肉也好吃哦。十班不好杀，因为十班。来一样，我会卖你们五百的来。你说。四百，来，没拿来。吃。走，两百，来两百，我都来。但是那个红单啊，就还蛮好耍的。来九班，九班来，下面来两把火车来。来，再两个。来，两把火车。来，两把火车。够吗？两把火车没有了，还有人要吗？没有了。来，谢谢哈。没有了，哪里有人？来四十。完了哈，来了，黄鱼我搞没没啊？来，黄鱼刚刚有买五百的蛆虫。赵阳啊，快来。很快。赵阳，来，刚刚买黄鱼还在吗？跑掉了哈，喝来。今晚黄鱼哈，来，我卖个前辈我爸来。而且这个都，我就不会杀好，杀死板，我只会。来，刚买五百肉跑掉了哈，好来。那比较简单的，我都是单小班手，我老公比较会处理。来，这箱黄鱼我敢开开的来，老大你多少买五百无？黄鱼，好哈，好来，都跑掉了啦哈，好啊，把哥叫上来啊。这箱哦，我懒得载回去了啦，我送你们吃来。想吃黄米的来，果霸、细霸、沙霸，来我请沙霸过来，来不会怕我的来，快点哦、喔！哎，这一箱我要自己去野哦、喔。哎，我一直问哦，刚刚有买五百的举手，他都跑掉了，来我给他上场给来，来不会沙霸过来。我也很爱看黄鱼传说，
个，好来，到你叫人来。他口要杀吗？你说冰淇都没在杀。没有卖三片的，我卖200的。我都看到忘记了，我只知道他都拿去油锅里面炸。来，一楼。还有谁买的？我卖多少？来，你200给我来。200。不要就算了啊。来，5杯，300拿出来。谁还吃得完的？第一个丢钱的是谁？来，先收来。老板哈，你最后的啦。不要哈，来七八桌的来。谁啊？各位啊。可能现抓起来没问题，而且日本的吃秋刀鱼好像也没有在杀那一张的。来，冷饭过来，炸你的，哇，吃不完了，用送的就吃得完，还用卖的都吃不完。来，珍珠般剩这两只谁要？来，沙巴，你要哦，来要买200的举手来，冷饭工，小黄老师那边，珍珠般哦，我最近因为奶茶要买的举手，这个六倍哦，高美玲刚讲完没？有些影片我都没有看，你马妹嘛。上班吃我吗？来，还有人有买珍珠班的吗？有啦，都跑掉了嘛。来，跟着那个爸爸玩好了。下一班可以吗？可以哈。来个700人，来个700人，来100块就好了。老板，等一下再给我多一个袋子。好嘛。好啦，今天不要你300花啦。好。那个就新的。谢谢。来，下面来300块来。300块，对，300块。来，300块先买，两个人就好了。来，两个来。好，小心。300块先买来。这样子我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好了，来，下次给我来。来，要吃虾子了，来，我爸过过来。来，我爸过。来一，来二。好，小宋。好，谢谢，这样就好了，来。没有人要了哈，好来。我买一个人用。无啊，阿姨，我袂完啊。我有好钱啊，我有好钱，我都袂给你买尔啊。我吃不了那么多，我尝尝味道啊。虾子还尝尝味道？虾子有什么好尝味道的？如果卖100的就不用藏了啦，连藏都不用藏，都直接买回去了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三个来，300就好了啦。我再还你啊！要再还你200。好，来，小心，把那个藏起来。哎，200。大哥，谁啊？啊，这是谁啊？200块有人要拿吗？来，谢谢。来，珍珠包2只150块，老妹，谢谢我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来，珍珠包我老妹好不好？来，你过一包好不好？好吃的啦。来，2只150就好了，多大只的？够一只。珍珠10包跟10包哦。对。2只150。来，2只150就好了。叫各位啊，基本下面，对啊。
来清汤了，开始要清尾盘了。很会放哦。好吧，我等等他。好。下周见哦，大家拜拜。来坐，可以放五块多，来一百吧。来一百五块。